吊钢男边走边回头，后方紧跟上来是郭姓男子还有洪姓男子，他们刚刚去找情敌谈判，但感情纠纷没能好好说，不止动手，还出拳头。警方接获有斗殴事件，立刻赶往现场，只看到被打的男子坐在店家门口。你们什么感情纠纷？应该是女客人。实际男子衣服都被扯破，为什么被打？他说可能跟一名林姓女子有关系。原来林姓女子跟王姓男子刚分手，王男想要复合，继续找林女出游，而林女最近与实姓男子有暧昧关系，引发前男友不满。日前约好出游，又无故被放鸽子，前男友气得找朋友去找实姓男子理论，现场爆发冲突，三打一，双方互控伤害。有四名男子打架纠纷，经派员到场，仅被害人实能在场，头部有撕裂伤，手脚多处擦伤，经送医包扎，并无大碍。警方徐现于同日21时通知涉嫌人王男及郭男到案说明，坦承因感情纠纷，故召集郭男及洪男两名友人陪同。前男友醋坛子打翻了，认为旧爱有新欢，这口气吞不下去，爆发了街头拳舞行，想复合感情，却用错了方式。三立新闻记者韩明秀，新北报道。